他答应跟我订婚了，他说他绝对会对我负责的。其实天知道，那天其实是我和顾星泽在一起上的床，这个傻子还真以为自己酒后乱性了。宋薇，你怎么敢骗他？我骗他又怎么样？我小时候还告诉他们说，是你故意把我推下山。我的好姐姐呀，你为什么不辩解？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们说？ 我可以给你个机会，你如果答应我个条件。